水母说电影，内涵你会懂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飞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国产恐怖片《笔仙大战贞子二》。我们的女主短发妹似乎精神不太好，老是在家里看到一些有的没的，为了缓解症状只能靠药物控制自己。这天短发妹的三个好友前来安慰，大家一起看起了电视节目，节目中正在介绍笔仙的游戏，几个 no 做 no 带的人决定也来玩玩，玩着玩着就都有点害怕，但是他们觉得还不够刺激，于是又看起了能够召唤贞子的死亡视频。正准备看时，水哥来了。水哥一直追求短发妹，快毕业了就想约他们一起 happy 一下，于是一群人决定不醉不归。在酒吧里，水哥主动出击向短发妹求婚，不是表白，真心想说，大兄弟，你表个白就不用那么大阵仗了，观众都以为你是要求婚好吗？结果短发妹走了神，因为她看见一个红衣女鬼趴在一个男人肩上。女生们回到宿舍后，长发妹洗澡时看到从马桶往外爬的贞子阿姨，然后扑街。看来这妹子和导演的关系不太好，这盒饭领得也太快了。原来长发妹之前偷偷看了死亡视频，也许跟死亡视频有关。得知真相的大胸妹决定也去看一眼死亡视频。这孩子就这么闲吗？电视上那么多小哥哥，难道不够看，非得看这玩意儿？接着白玉女鬼贞子就从手机里爬了出来，扑街吐。不知道大胸妹出事的短发妹几人来找她玩耍，结果家里根本就没有人，贞子小妹突然出现，吓得短发妹摔了个屁股蹲。水哥看到一个人影闪过，于是追了出去，结果看见大胸妹在电脑面前哭泣，一回头大胸妹就喊赶紧走，瞬间又被贞子小妹给收拾了。水哥也意外看到了死亡视频，随后脑袋就被贞子拉进了电脑里 Trouble Q。 这下把短发妹和大眼妹吓得不轻，本以为贞子小妹得来个连环杀，没想到突然就消失了。于是短发妹和大眼妹为了躲避贞子的夺命连环杀，决定召唤笔仙，让笔仙和贞子进行 PK。 倒计时3、2、1，撕逼大战正式开始。笔仙用仙法治鬼，指挥兵马俑雕塑向贞子射弓箭，又射了他一箭。贞子也不甘示弱，直接用头发缠住了对手，瞬间将其 KO。 突然配角朱灵大叔神助攻，用自创的捕灵照相机困住了贞子，并将它封印在自创的容器里，并称49天后贞子就会消融。话说这大叔，你既然这么厉害，早干嘛去了？接下来剧情开始反转百合剧情。短发妹偶然发现，原来将死亡视频发给朋友想害死大家的人正是大眼妹。原来大眼妹不想别人占有短发妹，所以设计了死亡视频事件，这样他就能独自占有短发妹了。这波技能我给满分。其实事情远远没有结束，贞子从大叔的神器中逃走，找到了短发妹，就要整死他。关键时刻大眼妹突然出现，英雄救美，最后牺牲了自己给短发妹争取了时间。接下来的剧情又开始反转，笔仙传给短发妹一些信息，告诉短发妹自己苦难的一生。原来笔仙生前被逼冥婚，被人杀害致死，短发妹在笔仙的指引下找到了她生前被杀害的地方，并找到了她的尸体，取下了当年钉死笔仙的钉子。此刻贞子也从井里爬出，准备进行最后的 PK。 被短发妹解救的笔仙突然大暴走，一个狮子吼，反手一个 MMP 就把贞子拍回了井里。不过贞子小妹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，他吸收附近鬼魂的能量顿时膨胀，出来就把笔仙揍了一顿，两鬼大战数十回合，最终笔仙用身体封住了贞子小妹，将其困在了棺材里，同归于尽。就在进度条已经撑不住的时候，第三次反转正式开始。短发妹身着病号服在医院中醒来，原来她的确有精神分裂，这一切只是她的臆想。在现实世界中，他只有大眼妹一个朋友，另外两个只是他幻想出来的。电影也到此结束。好了，小飞最后重申一次，这部电影的名字叫《笔仙大战贞子二》。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呀。精神分析就是要克服这个。